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his main session of the IGF focusing on how can we achieve a multilingual internet. This session is also co-organized by many of our partner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Policy Network on Meaningful Access, that I am very proud of chairing, co-chairing with my colleague Silvia Cadena of APNIC. So welcome all of you here physically in the room, as well as to those online. It'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下一个会议。我们刚刚结束了政策网络所进行的这个会议，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我们有两位人要做一个主要发言，第一个是 Dorin Bogdan Martin。 还有第二个是 Tafik Jalasit， 他是教文科组织。在今天的这个会议，我们会集中在这些当地的语言，他们在这个相互连接所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我想介绍 Dorin Bogdan Martin， 我觉得大家。 大家应该认识他，我自己是 Dorin 的一个粉丝，有很多原因，但是他也是非常以非常好方式主张这个电子包容的女士，而且她也是一个 ITU 发展部分的第一个女生的领导，我们作为女生要为你祝贺。 欢迎到今天的这个讨论会。请你做一个介绍。非常感谢你所说的就是溢美之词。我很高兴能够作为这个 IGF 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从这个世界电子包容的角度来看。 有非常多值得强调的事情，而且其中之一就是在使用能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个东西，在目前的状况，我们就是见证了。 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一些领域的中断，但是在很多生活领域的中断的背景下，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网络的新用户的数量就是增加了8亿，所以这是19年和今年之间。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统计它会让我们看不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状况，所以昨天我们强调了非常多人现在就依赖这个连接，那我们作为这个。 IGF 如何定义这个实在网络使用能力？那这个首先是一个宽带，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如何定义这个使用能力？就是这个便宜、安全、有信任和稳定的宽带连接。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这样的宽带能够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造成一个变化，
按照我们这个电子通信局世界上的95%人，他们是在这个连接可以在这个连接范围之内，但是他们还是很大部分还是不能使用网络。而按照我们的数据，29亿人口他们现在无法使用这个网络。其中非常大的阻碍之一障碍之一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因为在世界上有七千种语言左右，但是其中只有十种语言他们在网络有什么实在宽的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阻碍这方面的发展的能力。实际上语言不只是词语，还有这个语法，实际上他们一大幅度就是规定或者决定我们的这个现实。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造成这个网络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多元化，那我们不能达成这个就是多种语言的网络。当然在这个领域我们最近是有一个进步，比如说线上的这个翻译的这些网站，这个帮我们就是把网络翻译给其他的语言，但是这个技术并不是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工具，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那些比较丰富的数据库，他们当然在什么小的语言不能使用。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使用一个非常小或者不普遍的语言，他就不能使用网络的外语的一些资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下功夫，让这个网络变成一个有更多语言的资源的空间。我最近得知，在非洲有一些志愿者，在这方面他们下了非常多功夫，比如说跟 Wikimedia 公司在一起，他们想要将这个 Zulu、Dingbani、Igbo 和其他语言在线上的就是频繁率就是提高。比如说在欧洲，我们也有一些小语言，但是这些小语言已经有足够的这些资源。所以为了总结我的这个介绍，我想向大家说，这个 Tunis 的倡议当中，就是这个信息社会的高峰的时候批准的一个倡议，那个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当时所决定的这些工作领域到现在我们还需要下功夫。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目前有一个133的ITU 的这个指令，那边我们也在
在从事这些领域，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有机会表示我的看法。我只想强调，在这个WACIS 的高峰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会举办一个 Hackathon 比赛，所以我觉得我的非常大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能够使用网络，不管他使用什么语言都可以，或者住在哪儿，他应该有能力使用网络。这是我们的全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个全景谁不能被忘掉。我希望这个数字的空间它会变成一个丰富推广平等的这个空间。谢谢。我想说非常欣赏您的观点，有时看到不同的人类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看法。Sylvia 在上次的几次论坛当中也提到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机构的代表、联合国的代表和都在积极的工作，为了能够加深各个方面的使得真实的网络的使用，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多语种的使用。非常感谢。我现在感到荣幸，不光是我有可能把多林给大家介绍，而且我是他的一个粉丝，我还有一个Dr. Tafika Jalassi。也是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通讯的秘书。您这个职务可能也在不久以前才开始，但是我们合作从几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非常高兴你能参加我们的这次论坛这个板块。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前言。 Dorin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以太坞的一个联合国的合作机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宽带的使用。我也想添加几个我自己的重要的观点。语言是人类使用的基础，是我们的知识的宝库。我们做什么可以在多种语言的使用和在网络当中的使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在怎么做。确实，网络世界是多语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网络当中推广多语的使用，那么很多人他就不可能就不可能使用，会被排除在外。多林刚才已经说过关于国际的这个通讯峰会，我当时也是一个发言人，我并没有成为我还没有为联合国工作的机构当中。同时我也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峰会，我们开始了关于多语种的在网络当中的使用。那么我想说一下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都是做了现在工作。我们主要是推动促进多种语言在网络当中的使用。在这里我举个例子，那么我们的其中一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道德方面的，用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需要尊重的一个方法。人工智能的使用也是其中之一。下一个活动是准备决定一个
在2019年，我们对当这个本土语言和原民族语言的使用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些语言的使用在世界上一共有7000多种语言在使用，那么有多少的语言在网络当中被使用过呢？那么现在最近的统计估计只有130多种，那么这并不是不够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本国语言或者母语能够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些网络资源的使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使得有很多会被排除之外，我们会要求更多的所有的语言都能够在网络展现出来。所以语言的多样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心的事情。那么第三个我们的建议是全球的一个语言地图。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数字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把语言的全球的语言都可以展现出来。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查到全世界有8300多种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语言都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的支持语言项目，尤其是非洲的语言项目。这个项目主要的目的是能够建立一个语言的最基本的数据库。Dorin 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比方说这个机器上可以语言识别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能够这种技术能够普及。我们还要共同的合作，全方位的合作。我们也希望机构外的一些合作伙伴能跟我们一起能够推动这个方面的发展。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多方位的合作，但是我们也希望是一种全面的合作，尤其是每一种合作方能够互相补充。我们会积极支持当地的社会团体组织能够利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听懂的明白的语言，确确实实保证他们能确实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让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和当地的语言。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积极的推动多语的发展，这是必须是一个全面的。我们不能允许有任何人被排除在网络空间之外，因为他说的是其他语言。非常感谢。我想我们的发言人应该获得热烈的掌声。我们刚才说的都非常让人感到高兴。这个那个当地语言、本族语言、母语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非常感兴趣的。这确实是能够向我们展示很多语言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定的保护。如果我们想让一些全面的大家都能够有网络的积极正式的使用权，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用自己本国的语言、当地的语言。所以多种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Taufik 刚才说很多的时间他还要去坐飞机，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能继续我们的讨论。刚才 Taufik 说完以后，还有 Dorin 的发言以后，
已经来到了一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些，两位有经验的专家，尤其是在当地的这个环境当中，用自己的语言，我们下面两位，一是巴西的，还有一位是印地的朋友，他们确实用自己的当地的母语来创造性的解决了当地语言的使用，能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用数字的技术，大家能够互相交流。谢谢。Alana Sharat， 欢迎到这儿。所以我们现在从 Alana 开始。Alana 她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翻译，请大家在R7或者在 Zoom 按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按钮。如果需要，我们最后会提供一个总结。阿拉娜女士，你是巴西人，我知道你是一个生物学家，工作在巴西国家大学，而且你也跟年轻当地女生进行一些活动，请你解释给我们你如何使用本地的语言来跟本地的老百姓合作，谢谢。我现在住在Manaus， 这是亚马逊中心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地区有这个巴西本地人最大的人口，所以这个亚马逊区就是最大的这样的地区。我自己的这个民族叫做 Machineri， 它也是一个本地的民族。我的爷爷他是我所工作的组织的承办人之一。我们的组织目前为本地人的权利而斗争，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斗争也是在这个电子化的世界当中。我们的组织主要支持女性，但是也是支持亚马逊区的各种本地民族。我们知道这些物价信息，他们怎么影响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在我们当地就是本人的这些社区之内。亚马逊森林有好几个地区，我们所工作的地区包括九个地区。我们在这里有160个当地的语言，所以目前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代生存下去，而且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应对那个挖矿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我们目前主要是想支持那个年轻人。我们要记得，在我们这个地区有180个本地的民族，就是在这个亚马逊区。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组织范围之内，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网络，所以这个组织它经常举办多种活动，比如说今年八月份，作为这个网络的女生，他们是参加一些就是
反对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他们是反对巴西不平等的这个现象，就是示威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想保证任何任何决定不会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下的短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阿拉娜，这个短片非常非常有意思，给我们看你们组织具体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以及你们所进行的跟当地民族的工作。过了一会儿，我们会有几个问题，但是首先我想请下一位女士，就是沙拉沙尔玛，她是代表国际这个国际动画组织，你是做一个动画，而且在你的工作，你一直在强调当地语言的重要性。请你告诉我们，你如何支持那些本地的民族？It's so wonderful to hear all the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很高兴，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很多人的陈述。我自己从事动画，我之前主要是从事政治，而且通过这个动画的方式，我对政治做一个描述。我之前在杂志还有电视，电视台工作，当时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我觉得值得支持，就是少数民族。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是有可能不够值得这个决策者的关注，所以我就想那些决策者听到少数民族的声音。所以首先我作为动画做动画者可以做什么？那我决定我如何能够影响我周边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多就是本地民族的数量，而且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经常这些人就是那些不会讲那些大语言的人，他们经常对某些服务的
的适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他们不能受到很多重要方面的支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很多媒体就是描述他们的情况。我最后我也发现了，人是信息的消费者，但是大多数的人他们自己不会制造一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尤其是电子空间的这个对话，它主要是在这些大群或者大民族大语言决定，所以这些少数民族的声音应该是更放大。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把什么网站从英文翻译成当地的小组语言，我的意思是给他们言论权，就是说发表他们的意见的权利，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所以我的意思是并不是翻译的问题，是表达自己的看法的问题。所以如果谈我做这些动画的事情，我一直有很多事情想说，我想描述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一直在考虑如何我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做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我还是跟人交往交流谈话，而且我描述他们的情况。大家要知道我所住的这个国家，它是从语言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国家，你只要旅游50公里，而且你就会找到语言完全不同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讲的每个故事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当地的这个背景，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故事就反映出来这个背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用这个当地的媒体来表达这个意见，或者来传发这个故事。由于网络的普及，我们工作就更简单起来了。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印度的80%的人口他们是会使用网络，而且他们经常使用这些移动的这个手机。一般来说，人没有宽带的使用能力，经常也没有电，所以这当然是在这个连接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连接是可能的，但是它不是稳定的，所以你不能确定你每次就可以下载有关的内容，或者发表什么内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网络连接，它应该被看为一个非常基本的人权。但是在印度，它并不是一个人权，因为很多人就没有。在这个疫情的期待当中，很多人他们都可以使用这个宽带，所以他们知道如何收到疫苗。但是甚至在像德里那么大的城市，有很多人没有网络，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注册这个疫苗。所以在很多我们国家很多的地方就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总之而言，我想说，我们主要的问题也不只是这个翻译的问题，也是就是编制适合当地语言需求的内容。谢谢。非常有趣的一个发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
你没有做一些幻灯，非常感谢阿拉呢。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这两位发言人，我想，我希望是我们可以再问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交流和我们的 Zoom 上面会有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我们我们说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多重语言的性能够帮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历史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知道你们用网络的数字技术能够让他们传达到当地的地方，当地人的心里。那我想问一下，你用哪些方法，用什么方法让年轻的还有年轻人能够用数字技术来分享自己的知识，互相支持。尤其我关心的是，你曾经跟我提起过的，你想说在，不是说我们不光是我们的书面语言啊，包括我们的口头语言，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非常高兴给我提，非常感谢你的提问。那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我们尽量的能够制作一些材料、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不光是能够在文字书面文字上使用，而且我们还知道在亚马逊地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我们至少有180种当地的原住民，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文化都是只在用口头语言来传达他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支持他们的当地原住民的语言。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积极的支持这些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互相的沟通和了解，希望他们和外界达成交流。一方面是当地的原住民之间，第二个是这些住民和外界世界的交流。我们还做一些政治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的方法，不是通俗所说的通讯和交流。我们尽量多准备，让很多的年轻人和妇女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在政治方面进行参与。我们想让更多的妇女和年轻人住在亚马逊森林的这些原住民能够积极的参与他们的交流。在巴西，我想大家说一下，并不是我们都说西班牙语，我们也说英文。在巴西也说葡萄牙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决一些方案的时候，在进行教育的时候，他们会进行用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来交流。在我的地区有31种当地的原住民语言，这是非常多的品种种类。如果我们和法语比较的话，或者是保加利亚语的话，和葡萄牙语的话，但是他们是非常多的区别。那么我们这30几种语言在不同区别的时候，他们也有不同。
大家原以为原住民的语言应该是很相近的，但是这不是事实。这就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情况。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活动。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复杂的一个系统，需要很大的努力，能够使我们的通讯真正的能够非常的顺利。那么我们在线上线下都希望能够非常好的交流。当然，当地的人都有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你代表的亚马逊的地区。我也看见你们做了非常多来保证改进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交流，让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当地母语能够互相交流。我们现在听到你的这些介绍， Shara， 你也用这些方法，用漫画的方式来介绍文化，介绍历史。你们用这样的方法能够让人们能够创造新的内容。我想问一下，我一会儿再请发言人、其他观众、听众提出问题的时候，你认为这些方法创造的新的漫画的方式，增加了大家的兴趣吗？整个当地的争取吗？他们发现其他人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互相交流吗？他们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加入了这些你的活动吗？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宣传方式，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希望在整个地区都开始实行，尤其是这些人，他们用移动手机来使用网络，他们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冠封锁的时候，他们只有用手机移动的这个手机电脑来使用，而且呢大部分用的是英文。那么他们用网络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有限的，儿童在学校里经常没有方法能获得知识，在学校里边他们没有可能利用网络来学习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大家遇到这些障碍的话，他们就会对网络和互联网失去信心。他们如果遇到这些困难，这些使用的方法都受到阻碍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设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不能特别的使用。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者能够把他们的经验能够互相分享。这就是通过流动的移动的工具可以使用网络，而且很多人没有机会使用这个网络，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反响。我还想再说一下有一个小女孩的一个故事给大家说一下。她创造了，她写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她把自己的经历，在学校的经历都写了出来，而且她还写了自己是一个志愿者做的哪些事情，她用什么方法帮助当地的居民。这是非常让大家感兴趣的事情。尽管有些人他没有充分的利用网络的可能性，他也会尽力的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方法。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广的积极的方面。
也有人创造了，创造了一些当地语言写的一些宣传的材料，能够帮助当地的人，能够把他们的经历用当地的语言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这样能够把这些当地的有自己特殊语言的人不能够使用网络来表达他们的愿望。非常感谢你的评论，让我就想起技术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他们能够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有价值的使用互联网。这种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把我们生活的水准能够提高。非常抱歉，但是我感觉你还有一个内容想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就不能显示这个。我只想告诉你，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技术团队好像还要为这个在考虑如何做这个，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们会想给大家看你的图片。谢谢，谢谢拉娜，谢谢沙拉。所以现在我想请Silvia Cadena 女士。就是他代表 APNIC 基金会，也是跟我一起主持今天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跟 Silvia 与其他的很多合作伙伴合作。Silvia， 那现在我想听你的看法。非常感谢。好像你我被提升，因为我不是负责人，我是副负责人，所以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是夜里一点钟，所以有可能我的声音有点听起来累，不好意思。所以这个我们对话第二个部分，现在我来主持。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谈这个普及承认作为一个多种语言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几位专家，他们要分享他们对多语言的网络的一些经验。同时也非常感谢沙拉和阿拉娜的这个经验，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看法，如何我们能够让这个网络变成一个多元化、语言多元化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继续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普及承认或者全球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谈到这一点。让莫汉先生，他是 Affilias 的一个负责人。这个 Affilias 这个组织，他是负责网站名字的授予，世界上第二大公司。所以这位先生他是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有20年的经验，同时他也是网络安全的一个专家，他是这个网络咨询委员会的顾问，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Silvia， 非常感谢这个介绍，我希望大家能清楚听到我的声音。我今天在这里表达我的看法是非常大的荣幸。所以在这次讨论会，如果我们谈一个联合的全球或者联合的世界，那我们应该提到那些已经在线上的人，以及那些还在线下的人。所以目前有非常多民族，
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沟通，所以我想问，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使用一样的这些语言来浏览网站？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来源不只是因为我们缺乏技术或者缺乏意向，我觉得世界有足够的资源来在每个语言提供足够的内容。我觉得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道、进行沟通。当然，有一些语言他们是更普遍的，或者就是英语，就是。目前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语言，跟世界大多数的人可以沟通的这样的语言，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自己的语言在网络进行交流，所以说这个普及承认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名字是我这个词语我自己想出的，是2001年。当时我发现我的这个电子邮箱地址，它后面有一个点 info， 这样的几个字，所以这个地址，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它是 info， 就是在37个语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信息，但是在网络，这个意味着我就不能在很多网站注册我的这个地址，因为在很多网站他们不承认这个地址作为一个电子邮箱地址，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再识别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当地的语言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语言他们从左边往右边书写，所以我想起很多语言他们不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当时我开始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转换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网络，就是从右到左书写？网络是应该适应很多人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叫做这个普及承认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文字，在这个网络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背景的这些信息，我们要承认所有的信息。这样子，这个新的技术或者网络不会阻碍我们跟其他的人的这个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成立了一个。NGO 就是叫做 Universal Acceptance， 就是普及承认的这个组织。所以当时我的意向就是让各界的代表，就是工业界、科学界、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代表等一起做，而且考虑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所说的就是我们不是缺乏技术，也不是缺乏意向，我们只是缺乏一个就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世界上有非常多样化的内容，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够在他自己的语言接受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感觉到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就刚才打搅了你，打断了你。我有几个问题，我想一开始我想让丹尼尔和玛丽来说说他们的发言，我一会儿看在结束的时候是否还有时间来让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问题。丹尼 Fink 是 ICAN 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他在2004年在巴西圣保罗工作，他也是的科技和是一个博士理科博士，对我来说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 Marion 和 Raman 能够谈一下在我们的一个多种语言的网络的一个方案。我非常感谢 Robert 和 Zambraniel， 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鼓励了我参加这次峰会。Sorry, Daniel, have you finished? My apologies.那么这样，我们就把问题给你提出来一下。我想一开始你想说自己的一些发言，如果你要是想的话，我直接可以给你提问。那我现在就等你们的提问。那就好，我就有这个想法，你能给我们说一下你的ICAN 做的一些哪些工作，为了支持多语的网络使用。那么 ICAN 还做了哪些工作？2015年开始，多亏这个 RAM 和其他的一些 ICAN 的一些合作伙伴和代表，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是推动全面的使用网络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呢，受到大家的支持。从我这方面的员工 ICAN 的一些工作人员很愿意积极投入各方面的合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把新的网络网站能够被使用，让他们能够用日语、韩语还有中文都来表现出来。ICAN 已经有推广了一个长期战略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是从2021年到2025年的一个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先的项目。这样我们就可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专家能够准备，让我们一起准备新的系统，能够符合多种语言的一个网络的平台。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想象力考虑一下，比方说网络是发明在印度，如果所有的搜索器和平台不是用英语，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我们的一些网站只是用中文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想到会非常多的问，有很多用英语的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那么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到，如果是不同情况下就是非常困难。
我还有一个问题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什么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对于 ICANN 来说，在提供真实的多语的网络。ICANN 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机构，我们是一些全球的高新科技的一批人，我们都是为了把网址和地址都不断的定义的一群人，我们现在需要。我们需要和 Java 还有其他的系统的一些运营商跟他们一起合作，让网络可以更适合多语的一个环境。这就需要更多的培训，多进行培训，可以提供更多的好的实施方案。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一个交谈。在全球不同的运营商能够互相合作，让专家包括波兰的、巴西的一些专家，我和2017年也开始了和Zavio 把我们的研究是在巴西进行的。好的消息是，我们已经有全部的专家都在他们有专家的资质和水平，我们在最近的不断时间就可以准备这些变化。我们现在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还想说几个姓名，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 chat， 把这个 link 呢给大家转发一下。下面我要请下一位最后一位发言人，就是巴里亚·科列斯尼科娃，主要的分析师。TED 的主要分析师，我们说的是这些网站网址的最高的水平，就是 AIW 的这个网站，他是现在负责营销，2007年加入了公司，他有很多的经验是在的通讯方面的销售方面的经验，很高兴你和我们在一起。有几个问题请你回答，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先前言说一下，然后还有其他的然后我提问和回答。大家好，我叫玛利亚·科列斯尼科娃，我代表DLD 的一个协调中心，我们在协调的这个网站就是这个 AIW， 就是俄国的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网站的领域，我们有比较多的经验，所以这就是我们组织的介绍。那我想问你，是否可以给我们描述俄国的政府目前如何推广俄语，就是在如何在网络推广俄语？对，我觉得10年前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受到了政府很大的支持，当时的 Medvedev 总理，当时我们也举办了一个高峰会，有ICANN的代表参与。
我们受到了比较大的政府支持，但是在这个大疫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大疫情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他们马上就会被翻译成俄语，所以这个内容比较多。所有的政府机构，他们就发表他们的一些信息，都是在网络发表，所以当然都是俄语，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正式语言。所以我们的2.5的这些网站，他们大多数是用俄语编制的。如果我们谈网络的使用，在俄国，我觉得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覆盖率是人口的75%，所以这就是说1.24亿。老百姓他们就有这样的使用能力。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大概每天7个小时都在线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孩子他们也越来越早开始使用网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断的想出新的一些项目。来推广网络，这个工作是跟很多单位进行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也有一些网络免费网络服务，就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指定的资源，你可以不付费使用这个网络，主要是这个政府的服务。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社交的平台，他们也是不付费提供为老百姓。谢谢玛利亚。那这就是我想问 Ram 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想问你，我想问你，目前这些立法机构或者监管这个市场的机构，他们如何能够鼓励当地语言的内容发表？你觉得如何合作关系或者伙伴关系能够在这个发挥作用？那现在我请 Ram。 非常感谢。如果我们谈这些管理的机构，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做很多。让我很高兴的是，就是这个管理机构的代表，他们积极参与这次 IGF 高峰会，他们一直听我们的讨论。那想象，如果我们在这些提供服务的一些合同，我们可以包括一些什么优先对待的条款，就是专门给那些使用当地的语言的网站，这就是一个鼓励多种语言使用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什么合同或者契约，我们能够包括这样的条款，这个会有一定的影响。谢谢。我想问 Daniel 或者 Maria 是否想要对这个采取什么立场？对，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我们政府或者其他的合作伙伴建议，就是这个网站的名字应该是用2.5的这个
这个措施，或者其他的这方面的措施。这个很有意思。Daniel，你觉得什么呢？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咨询委员会也有一个工作团队，他就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普及承认的问题，应该是就是值得我们多研究，而且我们也要服从这方面的建议。我自己也是IDN 的一个委员会的工作IDN 委员会的工作员，当时我是怀孕，十八年前，当时我在试图讲西班牙语，就是进入就变成一个更普遍的这个语言，但是好像十八年后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些题目的兴趣也有可能是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还需要下功夫，为了改变这个不利的状况。所以这个跟之前我们所谈的这个内容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个实际使用能力的这个政策，当就是之前的这个会议，所以我们当时强调每个人必须要有能力进入那个实在有意义的这些内容，因为毕竟是我们的语言，就决定着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一些意向，我们的欲望，这是重要的。因为在很多地区有很多人，他们就不会写，不会读，但是他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图片发表他们的一些意见或者看法。我开始用网络的时候，它只是文字，完全是文字。当时在网络没什么图片，所以我们只能看。如果一个人能读，他就能够知道。但是当时如果你想发表什么内容，你都要付费，而且我们还是用这个工具，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也想要向所有的需要这个内容的人都在他们的语言提供这些信息。但是为什么我说的，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发表我们的看法，不管是文字、不同的语言的什么词语，还是图片，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我很抱歉，我刚刚开始讲西班牙语，因为这里已经是凌晨二点，所以我很。我要再强调，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感谢 Doran、Maria、Daniel、Ram， 非常感谢。如果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如果在卡特维兹的现场还有什么人想问什么问题，那也可以。非常感谢。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想，不久你就会可以休息了，在你的国家已经非常早，在早上两点，所以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机构的负责，普遍使用网络的一个机构，我想在这里邀请，在我们参加这次的参与者的发言人，有两个问题的话可以来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使用互联网？
让我们宣传世界的和平，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盼望的、向往的，就是和平。下面我们再请一位，在后面的一位也想自己有发言，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有 Giacomo 也有问题，一会儿他会跟我们一起提问。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Mary Duma。我的问题是，我的提问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我们在 EGF 有确实有多种语言的推广？我参加了一些论坛，有一个人想用法语来提问的话，那我们当时没有人能够明白，后来又有一个人说了一个英文的，但是法语的一些朋友也没有理解。知道他们的发言，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多语种语言可以能够让EGF 可以确实是多语种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翻译好大家谈到的问题。我想让所有人参加一些论坛的话，都能够在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听懂发言的问题。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可以在多方的会谈当中可以非常感谢。我刚才没看见，Mary 刚才没有认识，所以我一下没有认出来。还有第三个提问者 Giacomo Massoni 跟我在一起在台上的，想提问。我的问题是向我们的发言人提出的。大家都说机构是希望能够用 EDN 用在公共的通讯当中，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也引起了一些问题，这样可以使用这个可以提出一些EDN 这个系统的话，可不可以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分离出来？但是这会造成很多的麻烦。Giacomo，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刚才你在台上说，我就不知道我应该现在要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第一个问题是讲在网络推广和平的这个建议，第二是我们所有的 EGM 就是关于多语的问题，这是我想在这方面可能在我们这次峰会以后有所改进。最后一个问题 Giacomo 提出来的是关于EDM 的一个EDM 的一个确认方法。非常高兴卡特维茨的参与者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想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想把这个问题让我的其他的阿兰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阿朗能回答我们在亚马逊地区的和平问题，很可能他已经不在我们在一起了。那我现在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做教育人们有意识的利用媒体，社会媒体。社会媒体经常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尤其在最近的十几年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而且经常是由于虚假信息引起的，这都是会在现实当中造成一些影响。人们并不都会去辨别信息的真实性，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认为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并没有去辨别真实的信息，而是完全相信了社交上媒体上面的一些信息。人们并没有想到在这种方式下会把一些虚假信息推广传播，大家要查一下是否这些信息是否是有真实的渠道来传播的，这样就会引起世界的一些冲突。我们看到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的信息都是不真实的、虚假的。那么我们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能够推动世界的和平，我们应该教育人们用什么方法有意识的、很好的寻找真实的消息源泉。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推动世界的和平，让和平回到人间，能够让我们在早期寻找信息的时候就能够教育人们能分辨真假，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虚假信息的传播。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已经有很多年的我生下来就是不断的有战争在周围，我的一生都是经历了不同的战争，和平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用各种方法来推动世界和平。我现在请 Ram 给我们大家说，刚才提的问题是非常有建议性的。如果和平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和谐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在此时全世界根本就没有和谐，没有完美的和谐，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种和那种语言不同的地方用的语言都是真实的在被使用的语言，和网络语言它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平衡能够恢复，让所有的人都能用自己的原住民语言来回答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讨论能带到世界的和平。非常感谢你这么聪明的回答。我现在想回答一个问题，Jacob 的一个问题，刚才说的关于网站和网址同时在几个地方注册的问题，就是无法分辨用什么方法可以用很好的方法来注册网站网址。 Jacob 非常高兴你提了这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工作下一轮的IDN 系统啊，我们就希望这个系统能够做好以后能有好几种语言同时的存在。在这儿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决定，这几个决定就是需要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好的建议。第一轮的会谈已经结束了，但是整个过程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建议和意见和修改。所以作为我一个机构，我们一个我们的一个社团的话，我们应该把下一轮的会谈呢也包括进去。我们在下一轮的峰会当中，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回答您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这是一个问题是代表了所有的登记网站网址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机构互相能够让这些网址网站用同时记录各种语言的话，但是还没有
共同的一个决定和和解。但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些网站网址都是为了为当地的社团群体使用的。这可能并不是需要同时用不同的语言来注册，当然也希望这是可能，但是未必有必要，这是可以考虑的。非常感谢玛利亚。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愿意再说几句或者回答一下问题。我们还听到玛丽的问题，关于多种语言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非常困难在事实当中实施多语的这么一种回答的方法。有的时候需要一种和解，一种协调。我们如果说到语言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在这次论坛上，我非常想知道阿拉纳在用自己的当地语言或者原语言能够跟我们交谈。我非常感谢他能够用他们西班牙语来报告，但是我希望他的原著名语言来说，这是一些协调和妥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大家的建议提问，我们都可以在将来能够实现大家的愿望，用自己的当地的语言可以能够交流。这也是关系到将来技术的发展，能使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用现代的系统和体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网上或者是在现场愿意发言的话，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苏珊，你一直在和我们在一起，刚才还有谁愿意在这里发言？我想确认的话，如果谁愿意的话，很希望大家能积极的发言。我也很高兴是这么多人坚持到了这么好的坚持到会议的结束。我也很高兴你和 Sonia 都代表这次论坛的主持人，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的发言人和现在秘书处让我们准备一下我们自己的报告结束汇报。那么我已经准备做了一些，我做了一些我的记录。苏珊，我现在在一个农村的地区，可能沟通的信号不是特别好。现在一切都开始可以正常了。道林刚才说的，一开始说的很多的多语的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络使用的问题。在2005年的时候，国际峰会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数字社会肯定不一定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来交流。阿兰和莎拉都提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些建议。苏珊，我们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非常可惜。OK， 我们现在又可以听见了。我现在在农村住着，我想说的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理解
非常重要的广泛的接受多语的网络，同时和真实的使用互联网网络，用不同的地区的语言。非常感谢我们的波兰朋友和我们的所有的发言人。我们也感谢素贞，我想我们现在在时间范围内都谈了我们所想要的问题。我们想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总结报告和额外的一些信息。我想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当地的原住民语言。我们如果说生活在什么时候，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原住民语言的保护。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发言。再见。